你有没有下载 Python？ 那怎么下载？很简单 ，Google 有没有这个 Python？ 你就把它贴上，搜寻一下，就会找到什么 Welcome to Python 有没有？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点击。之后的话，这边有个 download， 请你 download 那个，3.6 最新的版本，当然也有 2.7 的啦，不过它是相容于以前的东西。不过目前还是比较建议用 3.0， 因为慢慢还是会用新的，旧的反而可能慢慢就没有。那因为它是要为了以前这个，因为它发展很久了，所以有一些旧的东西，有的旧的一些外挂跟模组需要用到旧版，所以它也把它放在。当然我们就下载这一个。那下载之后的话，你把它解压缩到低碟，因为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好，那它这个上个礼拜是把它下载解压缩之后，你可以先确认一件事啊，第一个就是你的低碟底下有没有一个叫 Python， 有没有36这个东西哦 ，OK 哈、哦，所以你可能要先确认你有没有，有你才可以开始做这个后面的步骤。一有没有啊？有的话哈、哦，那你就可以做第二步骤。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哈、哦，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它会还啊，应该要把它装起来，然后。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哦没有，它这边没有一个 Python， 那当然，未来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重新安装啦，因为我们如果有装 Eclipse 的话，直接用 Eclipse 开发，这个就可以不用再装了哈、哦。那如果说没有啦，那你就再把它什么一样哦，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做 download 之后的话呢哈、哦，它大概20几 MB 嘛，你就把它下载之后安装。那我是建议哈、哦，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你装的位置。它预设会在 C 碟底下的什么 user， 就是你的使用者的什么什么地方，那我建议一定要改，一定不要放那里。为什么？因为放那里将来一定找不到。好、哦，那建议是放在 D 碟底下跟目录、哦、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位置。那这是第一步、哦、所以你等一下，等于是我们把那个重点的部分、哦、再回啊，这个地方画面这边都有啊。你测试的部分因为上礼拜有测试过了，所以我们大概就先跳过。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它给我们的环境是非常阳春的，就有点像文字模式啊，在里面几乎没办法做什么事，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整合型的这个开发环境，有点像那个 VBA 啦。那 Excel VBA 是打开就有了，很方便，但是 Python 没有怎么办？我刚刚讲过哦，因为微软它是商用的，商用的就是有点像你去餐厅，服务生来给你倒水，然后给你 menu， 然后你点什么，它就通通都 OK 了，对不对？你会觉得好像感觉很 enjoy， 但是你这个 service 是要费用的、啊，所以大部分餐厅都会收 10% 的那个服务费。好、哦、，OK， 那可是你现在用这个东西，你要有心理准备，它是自由软体，自由软体是哈、哦，有点像自助餐呐、啊，不过可能比是自助餐。更便宜啊，因为它没有收你半毛钱嘛，所以它叫自由软体。好 ，OK， 好啊，自由软体没有收你钱嘛，所以怎么办？你变成你要自助，就没有人跟你 service。如果呢，你要找人家帮你 service 的话，你要付那个人费用。好，比如说你可以找我，好，你要，但是前提是你要 service 哦，对不对？你要 service 在台湾很奇怪啊，以前叫日本话叫什么？叫啥秘书是不是？啥秘书什么意思？好像是免费奉送，是不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直有观念说，啥秘书就是不用钱。可是 service 在西方人是要钱的，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只要找我做事情，哦，只要是付出你的脑力，那我应该要付你一个费用，这应该合理啦。OK， 可是我发现哦，很多企业都没这个概念，常常要找你去，比如说找你去咨询，找你去顾问。想半天，最后发现好像是没有酬劳的。那找我觉得好像有点那个哈、哦。不过有一些还蛮上道的，没有，就真的会付费用。我直接跟你讲说，老师，我直接开个支票给你，你要多少钱？对不对？那慢慢的，不过我觉得台湾慢慢会有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其实将来你们学完这些东西啊，如果你真的想创业，其实是有空间的。而且空间还蛮大的，因为很多公司需要这样的技术，但是他没有能力，那怎么办呢？需要有人去帮他们做，那谁会去帮他们做呢？对不对？那里面呢，如果是因为台湾还是中小企业啦，他可能付不了太多钱，
所以好像其实我之前有学生是自己开工作室，好，然后帮忙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有很多的空间啦，哈。那这个服务当然不一定只是一定要真的到他们公司啦，也许你可以线上嘛，可以提供一些什么资源给他，然后教他怎么做，也许就 OK 了。那我们上礼拜就是把这个 Eclipse 下载，那记得哈，在 Eclipse 你就也是一样了哈，打那个 Eclipse 的关键字，这个，好，所以这个 Eclipse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你就到那个 Eclipse 的官网，有没有搜寻一下？这 Eclipse 呢，它就是一个整合型的开发环境。好，那这个 Eclipse 中文翻译成什么呢？你看过这个单字吗？好像叫日食吧，是不是？如果你去翻译一下哈，那这个软体其实它不是只能开发那个 Python， 它可以开发 Java， 可以开发 PHP， 可以开发 JSP， 好，还可以开发反正 C、C++ 这些都可以。那也就这个平台哈，其实相当的成熟，而且用途非常广泛，不是只有用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使用这个之后啦哈，延伸性还蛮大的。我是建议啦，你如果哈已经跳进来的话，哦，那你就干脆就是哈，就是一直学下去就对了。因为我想未来哈，台湾以工业 4.0 的内容来看哈，需求人力最大的哈还是程式设计方面的相关工作。而且是跨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单他只需要 coding， 他可能还需要其他的 know-how， 做一个跨领域的整合，那这方面的人才需求是相当的大。好，哦，啊，当然有没有这种人才呢？比如说你又懂金融，然后你又程式设计能力相当强，哦，那这种人对不对？是应该目前是屈指可数啦。不过这些人哦，当然以目前的环境来看应该发展的都相当好，跨领域的人才需求。那因为这样的关系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大学已经都把程式设计列为必修的，你如果毕业没有通过，你还而且是非本科系，也要全校性的。哪些学校呢？像台大啦，像原志，像台科大等等的，很多学校都已经这样做了。那中学107年课纲已经把程式设计列为中学生必修课程，也就以后那个中学生会写程式应该也不是什么。不过他们要学什么比较 OK 呢？现在好像大部分很多学校还是干脆就教他们 Python， 对不对？那也 OK 啊，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啊。除了大数据分析之外，像科学的分析、影像辨识，甚至是机器学习，像很多你们机器人嘛，那背后还是需要有人去把那个程式写，不然机器人它不是凭空就变出来的哦，要有人去把它设计出来的。那谁要去做？用什么语言做？最简单，用 Python。OK 哈，所以你会发现这市场哈，应该可以看起来它的愿景了。好，所以你投入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投资报酬率相当的高，好，比你那个学其他的，那应该下载哪一个呢？下载这一个。为什么下载这一个呢？因为它档案最小。当然你下载其他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只是它档案比较大，我们用不到，会浪费空间，哦，所以你可以选这一个啊。网络上有画面的，反正你就另外的话应该选32还是64呢？其实我们上礼拜是32啦，不过你用64也 OK 啦。为什么？因为但是前提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用64的话，你的 Python刚刚是32，我们下载是预设是32，你要去找那个64的版本，两边是要一样的版本，如果两边版本不同它会抓不到。另外的话呢，这个 Eclipse 它执行的时候需要 Java 的那个 run 的环境，所以之前有同学电脑里面本身没有装那个 Java 的执行环境也会 run 不起来。好，啊，这个环境的话当然我有，你当然也可以到 Java 的官方网站去抓，或者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安装环境，不是云端白板，安装环境里面也会看到有一个这个 JDK 啦。这个如果你那个执行 Eclipse 的时候跳出来跟你讲说什么什么 JDK 你或者 JRE 没装那你就记得把这个下载安装起来，它就可以 run 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下载。然后呢再来，因为这个环境本来不是给那个Python 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外挂，所以在这边有一个什么 help， 有一个 install new software， 你把它点下去，
这边有个 add 按下去哦，把底下这个网址贴到这边的啊，当然理论上是 location 贴就好了啊。name 我不知道填什么，反正我就顺便两个一起贴嘛哈。贴完按 OK 就好了啊。至于 name 你要点改别的也没关系啊，只是我觉得反正就方便哈，就贴哈 OK。那贴完之后，它会跳出那个让你打勾的，你就打勾，按 OK， 下一步，然后同意。这样子的话呢，哈，它就会帮你做一些外挂啊。这个外挂就是这个动作，主要是让本来只能开发 Java 的这个环境变成可以开发 Python，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哈。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再告诉他说你的 Python 放哪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下载一个 Python 放在低碟的那个 Python 36， 然后那个一个一杠32，对不对哈？你要告诉他，所以呢这边的话有一个这个设定，在 Windows 里面哈有一个这个设定，然后你按下它之后的话呢，你就记得点击这个 Browse 一下。告诉他说，哦，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什么什么路径，然后他主要是要你提供哪一个呢？提供这个啦，告诉他那个 Python 的执行档，所以你就把它选起来，选它，这样子按 OK， 他就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倒进来，那这样子就完成上个礼拜哦。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应该有印象了哦 OK。所以呢，如果你有些地方还没准备好的话，那就先试试看吧，然后有些细节也许稍微再参考一下云端这个位置，那待会我们再接着来看。所以如果你已经 ready 的同学，其实就是直接我上个礼拜的那个 Eclipse 在这边嘛， Eclipse 我把它解出来，那就把它执行起来就可以开始，好，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写一点东西了，在这里，然后执行打开来，然后第一步当然他会问你说你的将来的专案要放哪里，那我上礼拜有特别强调，就是那个叫 workspace， 你就把它放在 D 碟一样，既然要预设在 C 碟，如果你那个 workspace 没选到的，选到 C 碟，你下一次来那个你这个礼拜做的事情就徒劳无功了，所以 OK， 那我把画面呢，有没有这个 workspace， 按 launch 就可以了， OK。那再来就可以开始工作，因为上礼拜的同学已经先做好了，只是说我们还没开始，所以他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把环境先准备好，那就可以开始做一点事情齁。